娱乐早一八，每天有料。近日，林心如参加一次珠宝展，在现场她大方拍下了一条价值3亿多的项链，她当场表示这是留给自己女儿小海豚的，加上手上的12克拉钻戒，市值高达1亿，这样一算，小海豚的身价已经4亿多了。不到1岁的小海豚在睡梦中跻身亿万富翁。不仅如此，林心如还宣称每年女儿生日都会为她购置一套珠宝，直到18岁为止。这样想来，直到小海豚18岁，她的身价都在蹭蹭蹭往上涨啊。不过这也有可能是林心如的一个借口，因为她笑言她不用的时候我可以先用。不过珠宝这东西放着不会贬值，只会增值，也从侧面反映林心如投资有道。林心如爱珠宝这件事其实也不是秘密，此前在公众场合佩戴的珠宝首饰大多都是她的私人物品，个个奢侈，所以能够出手阔绰购置珠宝给女儿也无可厚非。现在看来，小海豚是妥妥人生赢家喽，有这样颜值的爹妈，想来容貌肯定不会差到哪儿去。娱乐早一八，每天有料。